有一个女生，她今天要来聊说那个伟忠哥当年是把她多年都把不到哦，真的。然后呢，她为了要报复，就要气王伟忠。她后来结婚的时候还请伟忠哥当伴郎，就对她百般的凌虐跟羞辱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过伟忠哥亲口承认他在追某个女生，除了他现在的老婆之外。所以他就今天很爆炸性的消息，就是这个女生要来讲这件事。然后伟忠哥当年把他的台词就很老派，把不到。然后这个女生是听说是你的另一个版本。你这样讲，我觉得他不会高兴哎。可是你就知道，所以伟忠哥可能也想把你。你没有感觉过伟忠哥要把你？伟忠哥要把大 S， 我还觉得有可能。伟忠哥要把大 S 吗？如果他把大 S， 我还不至于到吐，但是把我真的会吐。朋友，你问我会不会把他？伟忠哥，你有要把小 S？ 可是伟忠哥门背后那个女生。你有想要把过没有？真的没有一点那个心思。你有没有当过他伴郎？我做他伴郎，所以他是为了要跟你示威，就是他不嫁给你。没有，这背后有很多秘密。所以你遇到他的时候，他不是你喜欢的型吗？眷村的这种一抓一大把。伟忠哥，伟忠哥不喜欢那种就是比较像知性的，他喜欢台妹型的。你说他现在娶的是？后来他现在小慧姐现在渐渐变得甩掉台妹的那个风格。小慧姐以前是台妹吗？以前是台妹。我是喜欢，我是真的喜欢台妹。台味哈，对，有你讲话的份吗？谢谢潘老师。所以，你说帮帮忙。你刚刚骂什么？没事没事，叛徒，被害者。我就面对抗议，说出他的心声吧。我是老师嘛，因为我今天原本伟忠哥刚刚说出他的心声呢，是吗？他憋了那么久没有说出口的字，说出来了。是是，伟忠哥这件事你应该很介意吧？以你小心眼的程度，我怎么会介意？我怕叛徒。我信，他都说出来，憋这两个字憋到要吐血了吧？啊，所以在座的叛徒非常多。这边都是清白的，都是清白，这边都是清白的，对不对？深圳，哎，深圳，哎，男的女的，男的女的，就今天是叛徒的聚会。好，所以等一下方方方出来的时候，你敢跟我们讲，就是你从来没有把过他？我从来没有把过他。然后他在你心中很漂亮，也很好，但他不是我的型，太熟了，我也不是他的要的样子。那你摸他手干嘛？他手指短短的，很好。这个美女从头到尾都美，所以你虽然没有要追她，可是你有一直吃她豆腐。我不会吃女明星豆腐的。那你说这能吃什么豆腐？那你吃她，那你为什么要跟杨丽英接吻？谁？你跟她接吻？我哪跟她接过吻？你跟她接吻？有啦，怎么这样？哎呦，哎呦，一个女孩子没事到外面跟人家说你跟人家接吻，你好不好？你三孩子的妈嘞！接吻就接吻，有什么大不了的？杨丽英是纯对纯吗？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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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接吻，我跟他接过吻耶！哇，醉的很。你做了又不承认，我有跟他接过吻吗？有，而且在我老公面前，你真是。我们有一次庆功宴得金钟奖的时候，然后哥姐在一个什么坝里头，然后我就带我老公去，你说阿英过来亲亲，我就就往你这亲一下，你说亲嘴，我就那个不叫亲嘴啦。那怎么那？我听的不是嘴，是什么？好，我亲过你。杨丽英，你这辈子亲过嘴唇的男人只有伟忠哥跟你先生吗？没有，还有一个。你太害臊啊！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们亲嘴一点点那种情欲的感觉都没有。所以还有一个是金世杰啊。哦，就不用多聊了。三个明显啊，那还是伟忠哥还蛮有魅力。没有没有一点那个脸红心跳都没有。都没有。对，那不叫亲嘴了，那友谊嘛，那叫 friendship。
还好伟忠哥没有叫我们亲他嘴巴，哎，没有叫你吗？他顶多就是说过来丫头抱抱，就把我们塞到腋下，这样稍微拍一下。他太小，我们差不多年龄，就是会拍一背，但不至于到有摸的感觉，没有揉啦。对，哦，他如果叫我亲他，什么节目？什么节目啊？这太细节了，表演什么节目？太细节了，真的太细了。解内衣吗？你说在我身上吗？我身上他是没用过。哇，有单手哦。所以伟忠，伟忠哥，你有那种绝技啊？我不会绝招。大哥，伟忠哥会吧？会单手，单手。我不知道，我不是没有参与他的过去，我不方便。伟忠哥会吧？你讲我的过去，你就不会参与我的未来。伟忠哥会吧？单手。尽在这一中，可是现在很多新的款式，你还做得到吗？他现在连 New Bra 都拆得掉，哎，哇哦！你怎么知道？他老婆就是 New Bra 的那个。哎，可是请教一下，现在有的是在前面，对不对？对， New Bra 就是前面，那就根本他那绝招就用不上啊。而且他现在那个视力要对很准的。兄哥，你有多久没有帮女人把拉链拉下来啊？不是，这个还是在卧房里帮小慧姐会这个扣拉上拉下，会啊，就纯粹帮忙而已。纯帮忙。服务性的，其他的帮不上忙。到纯帮忙的时候了。好了，伟忠哥，我们要请那个你追不到女生进来了，来请吧，欢迎。请坐，请坐。红姐，吓我一跳，全站起来了。这一次呢，伟忠哥邀请了方方方来演一个舞台剧，是方方的第一次演舞台剧的经验。可是我们也因此知道了，他一跟你见面的时候就摸你手的事情。他只是那个时候那个出道比较早，那时候去参加的是刘文正专辑，那时候他跟葛姐是制作人，他就看到我手上这个痣，他就说：“哎，方妹妹。”这个手上有痣的人很有艺术细胞，哎，我说，哎，这个才子还注意到我，蛮，就是蛮。伟忠哥，你还说你没有要追他，他没有追我，我也看不上台词，好穷。这种台词就是搭的。追一个女孩子会说你手上那颗痣都很有什么？会啊，这就是很浪漫的，就是等于现在的人帮他说，我看你一下手相。对，然后你说你自己有一颗啊。追一个女孩子的这个讯息不会这样子开始的啊？那都怎么开始？他直接 body language 开始，真的吗？会献上脸嘛，对吧？你的脸有什么好献上的？我们眼睛小，我们是有表情的，好不好？不是，那你知道你老婆身上哪里有痣吗？很多不太能告诉的地方。他不记得哎，我哪不记得？我在一个节目会把老婆的痣讲出来。我怎么怕讲错位置？回去小慧姐看到对不上。不是我们。伟忠哥，你跟女生交往的时候，记得住她们的头发的颜色或发型吗？很少啊，就是只记得小慧姐啊。所以小慧姐最近发色是什么颜色？黑色。全黑吗？全黑。没有染。不是，不能在电视机前面讲我老婆头发有没有染吗？所以你确定她是选择全黑去染吗？不是，你不能激我，我也不会讲。我走老狐狸了，我被你激出来。他昨天穿什么 ？Jasper 的一个棉的连身裙，这么宽的腰带，带了一个运动带，带了一个包包跟我去运动，穿了一双高底的皮鞋。那他昨天睡前跟你讲，什么？我爱你。太太说我爱你的时候要回答什么？我也爱你。怎么？伟忠哥，他如果说完我爱你，然后就扑上来，那你如果真的很累，你要如何礼貌？推开，没有。所以现在分床睡了吗？没有。真的？你这么惊讶干嘛？你说我们夫妻怎么样？那是你嫂子。然后。
然后转过身去要背对背睡的时候，要讲一声吗？说那我睡了这样。不需要。可是现在不需要抱住他睡吧？偶尔还是有，就是半夜醒来摸摸他背，那万一他打呼怎么办？他打呼，我一直想把他打呼给录下来给他听，看你也打呼。所以他会一直没做到。他会打呼。女孩都会打呼啊。真的吗？哪几个女孩？打呼给他听。我真的听过很多女孩打呼哎。对啊。她老公说她打呼。可是因为我鼻子不好，所以我张嘴巴睡觉。可是那个时候我跟韦宗在合作那个《欢乐急转弯》的时候，韦宗一直讲，我说你怎么不娶小慧呢？你知道吧？那个人面对面睡觉，那个呼吸一起，那很不舒服。那后来是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讲过这个话。伟忠哥不娶人家，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跟人家同床共枕的时候，当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共同呼吸，他觉得那个感觉是很尴尬的。这是哪一个混蛋讲的话？就是啊，不晓得。所以伟忠哥以前都是就是半夜就离开对方的家那种。我不晓得，或者都一夜情吧。小S 试图陷害陈汉典，王伟忠说出公道话。我很好奇，他叛变的时候有打电话跟您道歉吗？哦，非常虚假。有，你有当面报告吗？有打电话吗？有当面。因为当时我没有离开伟忠哥的时候，我跟我姐是下跪，哭着下跪跟伟忠哥说。下跪啊？你胡说八道。你又下跪吗？没有啦。你站着进去的，但我没有哭吧，伟忠哥，我跟我姐哭吧，啊，我们两个有哭，你胡说八道。凤凰爸跟我们聊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主题是讲全民大剧团，你第一次来演舞台剧，然后念出这么，是因为这出戏就是讲回忆的啊，同学会啊，对啊，也有讲未来，也有讲未来，对，讲未来，讲老了之后同学怎么？伟忠哥的未来啊，你不是已经未来的极限了吗？还有很多未来，我没有未来，你们俩就没有未来。是，没风度。康熙来了，威胁大会，什么节目这是？哎，所以方，他当时讲说他没有办法忍受面对面呼吸的感觉的时候，你心里面有觉得说这男生也太无情了吗？哎，我那时候好像还没结婚，我也觉得好像有一点尴尬。后来发现结婚以后，这个根本都不是问题。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不是问题。你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再不结婚。你真的不习惯跟人家在一起了，是真的，因为生活习惯很难融入。那你后来怎么克服的呢？习惯就是一种美感，遇到美感它就会升华，爱的升华的时候就是如此。可是才子型的人都会在家里准备一个自己的空间可以躲进去吧？我不算，我真的不算。你就是大才子啊！我真的不算，我还是我还是很实际在做公司啊。养活大家，是老板的喜爱。那有人叛变也无所谓，知道吗？才子是非常自己，很自我。伟忠哥，我很好奇，他叛变的时候有打电话跟您道歉吗？哦，非常虚假。有，你有当面报告吗？不是打电话吗？有当面报告。因为当时我们要离开伟忠哥的时候，我跟我姐是下跪，哭着下跪跟伟忠哥说。下跪啊？你胡说八道。你没有下跪吗？没有啦，你站着进去的。但我没有哭吧，伟忠哥，我跟我姐有哭吧？啊，我们两个有哭。哎，你胡说吧！当事人都在。所以当时你孬种的程度，你一定躲在你姐背后啊。就是我们俩一起进去坐着，然后就说伟忠哥，我们有事要跟你讲，然后我就安静了。他开口还是你开口？然后伟忠哥就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一直这样，然后我姐就想就是那种我来的那种态度，然后他就跟伟忠哥说我们长大了什么巴巴巴，想要自己出来试试看，然后就在旁边一直这样，然后最后 ending 伟忠哥就说你这个俗啦你，这句话说我是俗啦，然后最后就一个深情的拥抱，就是伟忠哥还是我们永远的恩人跟父亲什么这一类的，小 S 很俗啦的。是吧？所以你这次都没有这样做吗？有，我也是直接，因为我也没有姐姐可以帮我讲嘛，所以我就自己。你的态度是哪一种？就是好好讲，跟伟忠哥讲解释，然后他的脸色怎么样？
也蛮正常的，也是。所以伟忠哥当时已经知道，你演一个我脸色正常样子给大家看看。我恨你啊！他有说出这样的没有没有没有，他的程度还不到我恨他。方向不确定，所以这一次演的这个同学会，芳芳是要演一个校花。对，我演个校花，后来成了校花。你以前是校花吗？不是，你怎么可能不是？那同学没眼光啊。校花给了另外一个人。对，当时真的有别的校花吗？没有，我们因为都是女校，都很漂亮啊，所以就没有什么校花不校花。可是当时你一进入演艺圈，就是成为最漂亮的主持人吗？不是，因为其实一开始是演电影，那电影后来因为那个电影的整个的风格是比较走铺路的，可是我觉得我不想铺路，因为我想将来还是要结婚生小孩。所以制片有跟你商量，本来要演铺路的戏，对对对，后来就改拍那个改出唱片，唱片又不是很卖钱，然后又去演电视剧，电视剧演一演，我觉得被定型了，觉得很不好玩，就开始主持节目。所以主持是你尝试的最后一件事情。是，然后是没有，现在才是我最后一件事舞台剧。嗯，说不定你以后还会学耍特技什么的，对，穿最麻烦的先来，对。可是照理说，如果现在生活过得很平顺的话，来演舞台剧会不会太累啊？非常累。那可是我一直觉得，因为我大概个性牡羊座，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做过了，那舞台剧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那听他们都讲非常非常辛苦，所以我想试试看。那结果接了之后就一直后悔，觉得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原来好逸恶劳惯了，怎么辛苦？现在还在后悔中。他说每天睡十小时，对，是美容觉，我要睡十个钟头，脸才会蓬啊！也没看他脸多蓬啊。所以女生都追求要睡十小时。如果能睡到，那是巩，我看过巩俐的访问，她好像要睡12小时。所以可以睡得着的话，你们都愿意睡那么久？就如果年纪渐长，睡得越多，感觉那个状态会越好，是吗？是啊，十个小时是你本来就要，还是别人建议？我本来就要。如果我睡8个钟头，我起来人是有一点这样的昏的。8小时还昏？丽姐多睡一点啊！中枪！他睡4个小时。他精力很旺盛，我们在排戏的过程，他一直甩本，谁演不好，啪就甩本。没有，我这个坏习惯，我是跟伟忠哥学的。他不在现场，我要帮他维持秩序，我是逼不得已的。所以甩剧本不是表示说你背熟了台词丢。他丢本有两种，他就一直甩人家。丢本两种意思，一种是剧本背好了，本子丢掉；另外一种是别人没有背好，别人没有走对位置，你就可以把本子丢下，或者是丢到那个人脸上。真的，对不对？假的，对。可以丢他脸上？但丢得到的话，你敢丢到芳姐脸上吗？没有啊，他每次都到，而且每次都从来不迟到早退。那全勤奖，睡十小时还能够找到？对，因为睡得早啊。睡满十小时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哇，今天精神很好。嗯，所以如果只睡9小时就会差吗？会，然后下午要那个，譬如说在外面吃完饭，然后再回家再补一下。下午要补眠？补多少？补大概30分钟到1小时。可是这样我就会觉得我很累。那譬如说吃完中饭，我一定要回家把衣服脱掉，然后睡一下，然后再重新装扮，晚上再出去就重新装扮。嗯，穿衣服啊。你要把妆也卸掉吗？没有，妆有时候都掉了。所以你真的很闲哎。好一个结论，这么麻烦的事情，还要回家，然后还重上妆，太麻烦了吧？这么爱睡觉的人，排戏中间可以回去午睡吗？不行，不行。可是我觉得那个每次看他们在演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我觉得很开心、很兴奋的，因为他们因为剧本是平面的，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演得很立体，那我就要开始动脑筋，我怎么样不被他们吃掉？就是还是我们这脑子不太用了，你知道，现在所以要重新再把它开起来。所以那个是要靠自己想的，就是导演不一定会帮你。自己要设计，然后那丽英啊，他们也会教我。
他说：“芳姐，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可以有这样的情绪，或这样，你要不要试试看？”没有，我是看到你有做，曾经做过，我提醒你说：“哎，你以前有过那东西，你要不要那个东西？”所以杨丽英舞台剧的演员在台上会被吃掉吗？没那么可怕。会啦，因为他们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是戏，譬如说在这一边，他自己因为他演一个大肚子，他就会没事就往那边走过去上厕所。根本就不需要他走，他就这样他又回来，忘了带卫生纸，又瞎逛，又回来，你干嘛又回来？他就是去搅局的，抢戏嘛。那戏明明在这边，不干他的事，他就故意那个厕所在那边，他就往那边走去上。你不会觉得这样闲着很高兴？你还不是是因为那边舞台太空了，我要去补那边的位，不然这边好像舞台是。写的对导演，我是用的。可是如果导演没有跟你 cue 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要自己加？不是我们对舞台太熟悉了，我们自动会补位，一发现那里位置是空的，我们自动找到动机，走到那个位置去填补那个。你怎么知道导演没有偷偷在心里面翻白眼啊？真的吗？没有，有时候导演觉得不合适，就会说你不要往那边走。对，就会说多了，导演可以说多了，多了，对。但是一定有一个特别的气氛或特别要的目的，对，他可以停在那边。所以不可能没事在那边空战，是不是？不太可能，就一定有原因。对，你很 enjoy 这个排练过程。对，我觉得如果重新让我再走一趟演艺圈，我会把这个放在比较前面。那以前演了那么多连续剧，那声音、表情、肢体表情其实都是弱的。那以前导演可以，导播可以特写帮助我。那现在舞台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的，那个都是真枪实弹。那你有看过伟忠哥演舞台剧吗？有啊，不适任的，不是。剧中赵正平饰演兄弟党，小威则提出合理疑问：你们都看了伟忠哥演舞台剧？有，赵哥，你有帮他紧张吗？不会，我是演他哥哥啊。可是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哎，就是他，你说他演你哥哥吗？对啊。可是他双眼皮这么厚。他是舞台剧，差太多。对，当时的导演也是谢念祖先生吗？是是是是。那你怎么指导伟忠哥演戏？没办法指导，有烂，因为他就演他自己，对，所以比较容易。你有教他演戏吗？所有的演员当中，大概。最难沟通就是跟伟忠哥沟通，最难沟通，最难沟通，对，因为他要演他自己，我很难指导他说你怎么样演你自己，所以我只能告诉他说哦，这边的节奏大概是怎么样，那我希望的目的是什么？那他有做到吗？几乎都有做到。差在哪里？差在哪里？场面哪？看这个，插话节目不然干嘛？差在哪里？差在哪里？这好难回答，就是导演，你心中就有一丝遗憾，说啊，他就是做不到那件事吗？我觉得应该是最后的那一出戏，最后有一个对观众的那个大喊，对，那是伟忠哥把所有的情绪丢出来。那个你觉得不够吗？不是，我觉得那个太，其实从导演的角度来讲的话，太残忍了一点。伟忠哥演那出戏的时候，有没有在后台哭到没办法控制？有哽咽。谢幕完的时候，你看他知道今天演的这一场对不对？因为他的那个的上一场是我跟他对，我自己知道，我如果给他的氛围不对的话，他的那个嘶吼撕裂的那种情绪他就出不来。哎，可是我如果给对的话，他下台握手他会这样，我也注意过好几次。可是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哎，就是他，你说他演你哥哥吗？对啊。可是他双眼皮这么厚。长到一毛，人家不能说算。这观众会不会就想说，你们的兄妹俩怎么差这么多？他是舞台剧，想太多了。代言，不要易怒，这是舞台剧。他演的真不错。你想想看，全场观众在纳闷说：“哦，不是，你哥眼睛这么大，哥是 American。”还有观众问卷填是不是同父异母？太可怜了。对，伟忠哥，说实话，赵哥演你哥哥，有没有影响你最后放进感情？演得很好。可是你有看他的演出吗？有看啊。厉不厉害？
很不错，就是圆他自己嘛。还叫演吗？你的话中间怎么会停顿一点呢？嗯，顺着讲，很不错。其实伟忠哥演错，在台上演自己给亲朋好友们看，收工后会觉得有一点害羞吗？那个其实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戏里面有讲到我们家的一些事情，我跟我兄弟之间一些事情。对。最痛苦就是我姐姐跟我妈在下面看，我姐在排演的时候，在我姐已经哭得不像话，又哥过世了，对，那个有伤得很伤，就是这个心脏哦，演完一次你会感觉心脏也受伤。所以你姐姐知道你当初追芳芳追不到的是吗？她没有追过我哎。我姐姐说，不该做的事不要做。我姐姐很会说。芳芳，她是才子嘛？那旁边太多妹妹，她怎么会看上我？她当时去摄影棚的时候，旁边真的会跟着妹妹吗？没有，那个她带摄影棚还没有带来吧？可是听过嘛？所以什么？当时传言是把她讲到多花。我只是知道像这种才子，外形比较差一点的。女孩子是喜欢的，对不对？女孩子是喜欢的。可是伟忠哥会给你那种很深的拥抱吗？没有，没有。所以他除了称赞手之外就没有。他不知道说阿芳张清芳的脚踝了，不知道怎么样啊，很用心，他洗澡都两个钟头啊，这个女孩子很干净啊。你的脚踝不知道怎么样，我又记不太得。他反正称赞张清芳的脚踝，所以你会注意女人的细节哦。哦，对，我蛮会观察。那你有发现我哪里最干吗？我对你肯定没有观察。什么？这个。我们这个环境，你是出于猎人观察猎物的心情吗？我们这个环境太多男男女女了，所以呢，我对每个女人的态度不一样。像我对小 S， 对杨丽英，对方方方啊，就很多女孩子，我分得出来。有些我就是哎，那比如单身汉的时候，我想追；有些就当老妹，有些就是朋友，所以很清楚。所以第一眼就知道这个是要下手还是不下手。哎，第一眼就看要不要下手，什么东西？你刚刚自己这样讲，这样就讲出来了。所以，请问第一眼就看到他的脚踝很好看，但是把它分类到哪里？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合作了蛮久，很久。那个时候在排戏的过程当中，排小妇人呢，拍小妇人的时候，小妇人就是芳芳她那个角色，我是知道她，因为她太会演喜剧了，她太好玩了，很少看身高这么高的女孩子可以演喜剧演到这个程度，一流。身高这么高的女孩子，身高高的女孩子。不太会演喜剧，有这种说法吗？两个站起来看就知道。有这种说法吗？有，就是这是我的感觉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你说 S 个子比较娇小，就比较会演。对，像这个戏精嘛。哦。哇，这个真灵活。我觉得他在舞台上像是个精灵。好厉害。到处飘来飘去。杨丽英戏太好。不是因为我腿短，所以那个速度可以快。你看不出来，你坐高一点。够不到地，对啊，真的。所以在舞台上矮的人会很抢眼，对不对？就是有时候你会被人家忽视，我觉得应该会特别抢眼吧，也许吧。所以高个儿有觉得自己不够，会比较笨拙。我觉得跳舞来讲会是吃亏的，因为手长脚长的话是吃亏。这个戏要跳舞？哦，有，是啊。哎，这个可以，哎，他们可以，你们可以跳，你们都被要求跳吗？但那组歌会觉得整出戏其实真的很好看，但是就是毁在谢幕舞的时候。他们谢幕要跳一个 Bee Gees 的舞，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读书的时候是 Bee Gees 的最红的时候，所以他们要跳一个 Bee Gees 的舞。哇，你讲 Bee Gees， 可能很多观众不知道你在讲。对，伟，那是伟忠哥，一群男的排的一排。就你跳的最好，对，没有啊？你有教他们吗？他觉得我们的舞步太过简单，他说你应该加这个，应该加那个，你他示范一下。你有教他们加舞步？不是，那个时候是参家庭舞会 ，Watergate， 就女的一排，男的一排，跳一样的，有一个人领导。那你带他们跳一下。来，并且吃饭 ，Beaver， 来个会。哇呵，钟哥真的会。去舞厅跳一跳，跳吗？抓鱼吗？一起抓鱼吗？要真抓到真奇这个鱼吗？一、二、三，抓，看。其实是个毛，惊喜抓鱼啊！
你知道吗？你要抓鱼，抓鱼。你以前去舞，抓到云之后还要看，很珍惜。表演一下，很珍惜啊，惊喜。每个人珍惜以前舞裙，真的跳那个，对不对？对啊，四骑士嘛。你珍惜那云的样子，每个真的不珍惜的样子不一样，看的样子不一样。对，伟忠哥，你刚刚跳的舞步是你以前出去玩的时候跳的舞步？对，就 John Travolta 那个时候的 Snap Famer。所以你跳舞从来不是那种用生命在跳，你是跳幽默的那一种，是不是？什么意思？我的帅气幽默路线，我的帅气很幽默吗？不是，因为有些人跳舞是真的，他是用生命在跳，就只是这边这样子稍微就有点脸什么什么，这就是这个动作不对，千年文章千年贼啊，我们就慢慢的一点点韵味一点。杨丽英现场录音超放松，当场吓坏小薇子。猫猫，你会担心吗？你现在排好了，我要上台。没有，因为太久没有接触戏剧，二十几年没有接触戏剧，其实有一点忘掉。那慢慢在排的过程当中，那导演也会提醒所有其他演员，大家也都会互相切磋，那个很多感觉会慢慢找回来。嗯，那觉得演喜剧最怕的是哪来的富人呐？结果他跟姚明一起去上厕所偷看人家。哦，我哪跟姚明上厕所？就跟他一起出席活动嘛。有点小话说。哎呦，稍微插两句嘛，插两句。没有，伟忠哥他就很活泼嘛，就像个顽童。有一次我们在摄影棚，他讲说，哎，怎么样？接下来姚明要来台湾，我说对，那时候他刚在 NBA 红，就说我接下来可能会出席跟他碰面，哇，好棒，我们也想去。结果伟忠哥说，你知道吗？我见到他最想做一件事，什么事？我想说跟他斗牛呢，没有，我想看他上厕所。他是不是真的上厕所？现在能播出吗？伟忠哥就很调皮的说，想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想看而已，这个不会播出。可是男人，这个当然会播，对啊，预告啊，这是预告，哎，这是你的本性啊。这男人就这样，男人就当然，不是，只是证明伟忠哥是个好奇宝宝了。就人是不是按照身高比例在长，其他的快60岁人还在谈这个问题，当然就很男人了啊。对啊，我觉得 OK 啊，小男孩。伟忠哥，你现在可以跟女人聊这些吗？就是他如果就是跟你讲说我已经交男朋友咯，那怎么说不出口？他妈会教他妈了。所以你就是不能讲吗？他不能讲，会有点委屈，心疼。你应该没有在检查你女儿的手机吧？我不会，不能做这个事。偷翻抽屉？不可能，不能做这个事，这个做了会上瘾的。开始告诉自己不能做就不能做。你有偷看小慧姐的手机吗？没有，但更不能做，那更不能做。你不看她了，她就不会看。你的手机有密码？看，这个结果没什么关系啊。下次帮你把电话密码告诉我。无意申请？没有，我问你银行密码，他只是问你手机密码有什么不能讲？不要讲，就你有没有密码？你是密码？法官问我也这样讲，你王先生你手机多少？我告诉我干什么？我只是好奇说你是哪一种手机密码是可以防止太太的吗？他真的是想会绝对可以破案，所以他不知道你的手机密码？不知道。你干嘛不跟你太太讲你手机密码？我干嘛要跟我太太讲我手机密码？如果没有秘密，何须藏成这样？当然有秘密，哎，当然不需要讲了。方，你的手机密码，你先生知道吗？你先知道吗？知道。但你先生的手机密码你知道吗？不知道，他讲过我忘了。你公子已经19岁了。19，在南加大念书。对，跟他的女儿同一个学校。对，是哦。嗯，然后是好朋友吗？帅。不是，他女儿太漂亮了，我跟他讲，他看不上我儿子。真的吗？你刚不是称赞他儿子帅吗？啊，他儿子很帅。他讲客气话，他儿子好很有灵气啊。嗯，万一他们俩就真的谈恋爱的话，不是很好吗？不可能的，那个，王家大公主看不上我们家儿子。啊，不，没有这个。真的吗？王家大公主在跟什么？就是他那个，就是可以，他们家很好。如果真的嫁他们家，婆婆也很好。那公公就是话多了一点，家里。
有顾虑啊，干嘛想那么远呢？我们好朋友，她老公 Daniel， 我很会学的。你说话多是很爱聊天吗？很爱聊天。英雄老了就唠叨，话当年是不是？对，对你有很紧张，他在过什么校园生活吗？哎，大了啦，现在女孩子真的管不了啊。他有喝醉吗？在你面前？有喝醉过一次。人大了一个阶段，他醉了，宿醉他痛苦，他就会知道他自己以后不要。我没办法看到我女儿喝醉哎。那你怎么办呢？是吗？你发现很多东西是不是你能控制的？我女儿喝醉的看太多了，虚弟喝多少次醉，我在旁边。不是因为你就知道会可以玩到什么程度，你就想说会担心自己的小孩啊。喝醉女生可以玩到什么程度？林姐，你就勉强打一下。你把公子养到十九岁的过程中都没有压力大到有时候希望就忙一点？有时候不是要忙，可是就觉得其实是。做父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想离开一下妈妈的角色，非常想。最那个的时候是他跟你顶嘴的时候吗？是他叛逆的时候都顶嘴，然后你不管你讲什么，他都是用负面的角色来看你。那样我长达几年？两年吧。然后那时候你也不喝酒？不喝酒，那个借酒浇愁不行的。那怎么度过？没有啊，就朋友就会劝说，其实这个小孩在青春期的时候根本不要管他。你就告诉他，我是在你旁边，你有事找我，是偷偷的每天都有在观察，可是就尽量不去触碰他，所以不理他。作为妈妈的心情是连儿子摔门都会觉得很。我会跟他发脾气，我会发飙，我会告诉你这这不是你的家。连摔门都不可以吗？因为这不是他的家，你只是我们的roommate。并不可以，没有资格摔，这房子也不是你的。你有说出口过说这不是你家？我老公也会说，然后他会听吗？嗯，那我出去。我没有听过这句台词，跟自己的小孩说这不是你家。对，你本来就是你赞助，那哪里是他家？全家吗？全喂，有的人就是在家里待了十年，说走就走啊。你说他是他家吗？赞助，连接词啊！不好接，你干嘛？没事，既然聊家了，你要有一个主，一个家还是要有一个主。这个想法是哪来的？我老公就会先发飙，跳起来先发飙。伟忠哥这种话，你有跟你女儿说过吗？没有，她就到男朋友家去住了，比较危险。会加一。女儿若摔门，你会怎么样？我觉得男孩子跟女孩子教育对我来讲一定不一样。嗯，我对女孩子，男孩子我觉得叫什么？男要严的养吧，女要父的养吧。所以你女儿有摔过你门吗？有类似。什么叫类似？你不要紧张，你有三个都会摔你门。而且连续摔，还有节奏，啪啪啪啪啪啪。这个小孩他那个年纪，他这段时间之内一定会这样子。你要把门边装上很厚的防音垫，没有摔不了，在大殿都没有，气都不能消，气都不能消，就压着。还加声音，不要加，被摔门好难过，伤心哎，很难过。可是他去美国，如果表现的。很像飞出笼子的小鸟一样，就是很不想念家中，你会觉得很受冷落吗？没有啊，他喝醉的时候，他就会打电话来，他说你想家，他觉得世界上只有家让他有安全感，他有多爱多爱我们。哦，那还是很 sweet。嗯，可是清醒的时候好像也不是。尽量让他喝醉好。所以他如果去国外念书，家里就只剩下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对，大眼瞪小眼。嗯，也没有啊，两个人都很忙。所以你们看方方排戏的时候，觉得他花太多时间在排练室吗？可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跟芳姐都是第一次，那我们两个有很多的共同。第一次演舞台，第一次演舞台剧，然后我们两个都没有读大学，然后我就一直认为是叫你讲这些事。可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觉得芳姐是我一直学习的目标。哪会跟人家说我们两个都没有？你要谁要跟你练？因为他讲惺惺相惜，因为他都有念。要不要说他可惜没跟你开计程车？对啊，他也没开过计
程车哦，芳芳姐。哎呦，我们两个算是舞台剧的新鲜。你说这出舞台剧里面有讲到读大学的事，是不是？对对对，我们就是讲读大学的时候。所以你们就在想说自己的回忆中有没有念大学的这个？对，就没有那个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戴那个学士帽是我第一次的戴到那个方帽，我就很开心。后来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芳姐当做第一个目标，比方开始在讲说芳姐永远都是第一个到。那我那个时候就讲说，我永远都第一个到，永远都第一个到。我有一次就说，我今天因为我家住的蛮远，住五股，那我们大概九点要排剧，我八点就从五股开车到排练的地方，我到八点半多一点点，我想哎，因为芳姐不在那个房间，我说芳姐应该是还没有来，我就很开心的问念祖，哎，芳姐还没来，她说没有，她已经在里面的，说啊，为什么我八点半还没有办法比她早到？那我就紧急问她，芳姐你怎么会都这么早？她说没有啊，我就八点多一点出门啊，那就很奇怪，就没有塞车啊，那我就到了。那她每次到的时候都是妆都好的吗？都好的，而且精神都非常的好。她从来都不拉里邋遢出现了，没有，从来没有，永远就是 super star 一样，没有啦，因为我觉得舞台剧跟。台戏不需要装法那么齐全。没有念大学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件事吗？没有，因为大家每次在讨论在大学生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有趣的事，我们两个就插不上嘴。对，我们两个就惺惺相惜。对，可是你本来就以前就不是喜欢校园生活的人吧？不是，你喜欢在外面做事情跟玩。因为我就觉得念书好无聊嘛，一看书就想睡觉。所以如果你小孩也这样 ，OK 吧？那不行，我就跟他讲说，我都没有念，我的 quota 是留给你的，你好好给我念。为什么？家长没做到的事要逼小孩做到？不会这样。我希望我女儿功课好。小孩子也是留给小孩。你要啊，你将来也要，他一定要念大学。我也没念大学。清新是我想的，那也没在演哭戏啊。你本来就不爱念。因为那是我们17岁就出道啦。可是你本来就不爱念呢。我本来就不爱念，而且念不起来。可是因为我嫁给那个我老公，他们全家都是知识分子，哎，他多少也可以遗传到许家的基因吧。要是也没有遗传到，你说我们这婚结了干嘛？那也不是为了基因跟他结婚的吧？多少还希望能够遗传到好的。所以家，你认为家长这种心情很值得认同，就是自己做不到，是小孩要做到。所以这次同学会的剧情是讲一群老同学聚会吗？他大概是我们总共有8次的同学会，在这个戏里头，对，总共有8次的同学会，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人生的阶段，然后碰到各种不同的人生面向，各个不同的同学，他在那一个年代的时候碰到哪些事情。所以所以赵哥也是有演吗？有演这个全民大剧团的第一部的创作的戏，疯狂电视台演的。所以同学会你没有演？同学会没有。我还以为你是演的国外交换学生呢。一直长这样。但是欧洲还是哪里？东南亚呢？照这种脾气是南韩的。北韩的学生。他那个时候在上海，我有去看你们的戏。你一出来一骂脏话，全场就爆笑。对，尖叫欢呼，大家超爱他的。超爱他骂脏话。所以，伟东哥这一次是3个戏吗？我们等于说8月份总共有3出戏，然后第一周是你们这个剧团一个月里面有3个戏在上演。对。因为我们太爱演戏了。然后疯狂电视台是8月的第二周在上海，然后第三周是疯狂电视台3来自地球的你，之前在台湾叫做疯狂偶像剧，是雅妍主演的。对，然后同学会在台湾演。对对 ，OK。所以芳芳，你会担心吗？你现在排好了要上台？没有，因为太久没有接触戏剧，有20几年没有接触戏剧，其实有一点忘掉。那慢慢在排的过程当中，那导演也会提醒所有其他演员，大家也都会互相切磋，那个很多感觉会慢慢找回来。OK， 那觉得演喜剧最棒的。你是哪来的富人呐？
最屌的地方是他还是可以很优雅的演。是，我们常常演喜剧就要哎搞一个丑，或者是在一个节奏里头，他不用，他就这样漂漂亮亮的。所以大家虽然很熟悉方方方，可是这是他以新人的风格出现在舞台上，如果要看到这个风采的话呢，这一次同学会就不要错过了。好，祝你们演出成功，谢谢。